美女，你有什么预算，有什么机器啊？刚好在市场这边的，你看，在市场里边。我看你视频有那种便宜的14 Pro， 那种便宜的对吧？啊，对的对的，越便宜越好，我预算就4000左右。行行行，那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？比如说成色这一块呀？相信你，婉婉，你安排就好了。行，没问题，那一会儿我找到了就联系你吧。哎，美女，来，这台14 Pro 就是给你带的，金色的，然后给你挑的是一个亮机的成色，电池的话我也是特意给你挑的100%，你看一下这台可以吗？喜欢不？喜欢。哎，就是你拉近点看看嘛，凑近点是吧？你看，给你拿近一点，擦下这个边框，整体成色是很亮的，一点磕碰啊、划痕呀、啊、都是找不到的。原装的机器，可以啊，多少钱我转给你呗。我们来货的话是4200，你给我加一个199跑腿费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好，什么时候给我发过来啊？今天晚上一起给你顺丰就能发走了，像一些双份的配件，基本的都会给你带。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再给你多送一个3代蓝牙小耳机吧。